全本土化了，真的真的。今天两位来穿这样子是要来跳夺标舞的，完全没有安排，就刚好，我也不知道。没有啦，我们其实今天来是要带好康的介绍给大家，对他们有任务在身的。今天要介绍什么呢？其实我们今天介绍的是素人，因为你知道，就是从小开始，大家都会培养一些自己家里面的小朋友，对，都要多才多艺，现在都送小朋友去学钢琴，对，英文啦，语言。对，我们会先问艾辰，好，艾辰，你小时候学过什么？我是要学钢琴，你可以看看你的手指头吗？你这样可以弹钢琴，还是甜不辣哎？我可以弹的好不好？好，他学过钢琴，最近哎，我小时候学过空手道，他有那个学武的身材，真的真的，对对对对，有那个身材，是是，但是以后出来工作还是不要常昏倒。关节就不用讲了，是少林寺的，就是功夫嘛，从小这么小，打到大，空手道的也都被我打败。真的，你平常怎么都在打？现在给我看一下，再打要不要再打一下？对，因为班姐，我们知道她也是武术的，是是是。其实很多大家都从小都要培养自己对才能，对不对？他们长大之后不一定会有所用，但是在这个学习过程，我们是快乐。这一组可以算非常非常厉害，很厉害。他们的表演呢，可以结合了可爱，然后又厉害。哎呦，好强！对，非常非常厉害。我们随便讲一下他的头衔好了。他呢，算是那个全国韵律锦标赛的第一名。哇！而且他能 Q 的程度到一个哇，他可以把自己对着一半，他呢可以号称呢是韵律体操界的蔡依林。哇！这么优秀的团体，我们是忙请出来看一下。是，让我们掌声来欢迎这个韵律体操家族。这个厉害，漂亮吧？大家好，我们是韵律体操家庭。掌声鼓励！韵律体操家庭，还有这位就是得了很多金牌的，对不对？喂，老物啦！喂，妈妈啦！你很过分，我给你这么大提示，我说是蔡依林呢。对啊，对啊，你意思讲妈妈是不是蔡依林啊？对啊，阿伯你妈妈是什么？有一点点差距啦，对啊，而且妈就是妈妈，妈妈，妈妈。我们的曼玲，曼玲，然后就是老师，对不对？老师好，好。曼玲，听说你很喜欢看《新编日记》哦，真的？哦，那你最喜欢谁？于班长。小孩子最喜欢讲谎话。谢谢，今天我能够得到这个奖，我真的要谢谢我的爸妈，谢谢大家的照顾。得什么奖啊？喂，关你什么事？没人不能喜欢我吗？为什么？为什么你最喜欢他？为什么？因为他很幽默。我觉得你才幽默，是因为你长得帅啦。我觉得你这句接得更幽默。而且他很厉害哦，看完《新编日记》竟然想当兵哎！啊，真的假的？因为他觉得动作都很简单，对不对？真的吗？你会伏地挺身？我给你闭起来哟，因为他年纪小小的，对，我们不能欺负这样子。对对对，我们要派个最弱的来，对，派个最弱的，好不好？来，好，虎起猪脸，对，好，一上二下，一，二，哇塞，好标准哎！林道远，你不要丢脸，林道远在发抖了，林道远在发抖了，一，二，一，很稳哎，二，喂。哎，你真的很烂的，你这个烂东西，妹妹你好厉害哦！你从头到尾有没有二呢？有啊，真的很强哇！哎，不过他真的好厉害哦，厉害！我们这么多金牌，通常女生哦能够做超过两下，已经是厉害了。我一下都不行，很厉害，很厉害，厉害！这也是你看他脖上挂这么多金牌，不是随便挂上去的，真的跨界跨界。A 组 Golden， 我们看一下这边哈。2009年第三届青少年韵律体操邀请赛第一名，哇！国际的哇！好，来看看这个中华民国99年全国韵律体操锦标赛第一名，掌声！又是第一名，还有呢？你看我手上除了金牌之外，还有奖状。你看，民国99年全国韵律体操锦标赛，然后也是彭曼玲，然后个人单项棒。第一名，哎呦，哇！拿第一名对他来讲好像很简单，很简单。对他现阶段的成就来讲，拿第一名是很简单。对，但是有没有想过他要如何、怎样辛苦才能拿到第一名？对啊，对不对？真的很辛苦，真的要问一下。哇，本身很喜欢体操吗？对。谁叫你学的？
自己想要，自己想，妈妈想，妈妈没有逼你吗？啊、没有，你怎么想到的？真的没有逼你？没有。好，妈妈，你有逼他吗？喂，没有。你一直想要灌输人家刻板印象哦。妈妈为什么会让对啊？为什么想让他课外的时间多一个才艺？哦，一技之长啦，有没有？有没有很心疼？因为体操我们来讲，只要小朋友来学都很痛，是很辛苦的。你看那些学体操的那些纪录片有没有？翻滚吧，翻滚吧，男孩哇，他学的那些小男孩都哭惨，光压筋就已经压到哭惨。妈妈应该压筋拉腿，我都不会在那里。妈妈只负责送到门口就回家，剩下交给老师。哎，妈妈都这样，真的，其实是怕看到心痛，而且怕小孩子找妈妈会学不好。痛定思痛，因为你要让他学习一个东西，在过程是很重要，而且在过程里面独立也是很重要，对，对不对？所以妈妈就把他送去学体操了。是，我问曼，你觉得最练体操最辛苦的是最辛苦是什么？压腿。为什么会痛吗？很痛。会很痛啊？真的假的？待会你们待会就知道了多痛。压腿就是要为了让身体能够柔，就是这样压一压，就是变很嫩 Q 了，对不对？对。但是刚才有讲到嫩 Q 了，嫩 Q， 那你身体可以多柔软呢？先看到底有多嫩 Q， 有多嫩 Q？ 要不要示范？示范一个，示范一个动作。看一下，哦，好，你对我这里来喽，好，哎呦，哎呦，说来就来，哎呦，那简直是对折，哎，厉害，他比我们蹲下去绑鞋带还快，还快，好轻松，但是我跟你讲哦，我们里面也有一个可以办到的，谁？就是我们在少林寺学功夫已经的班级，我这个还。有了，他有说过了，他上次他刚才还没录之前，他就说那个都是小 case。他以前哎呦，讲关键小姐早上，这在少林每天早上用一只手倒立。对，来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试一下。这个下腰的动作，我一点点会，但是我脸会红，不像他这么轻松，这么瞬间。关系啦，我帮你拿麦克风。班杰，告别状。热爱中国功夫的班杰拿出压箱宝。不像他这么轻松，这么顺。没关系啦，我帮你拿麦克风。班杰，真的告别坐。哦，好硬啊，好硬，这算软的。哎呦，很软嘞，很软嘞。那起得来吗？哎，哇！哎呀，掌声鼓励鼓励鼓励！哎，不错了，算厉害，算这算男生算厉害的，算这算好厉害哦。好险，我们今天来宾里面有一个他可以。跟骷髅级的一样，哦，真的吗？对不对？但他这，但是他这从小应该不能算是练习，这是他是个人的嗜好。对，是我本身吗？会劈腿，我本身嗜好就是劈腿。不是，就是劈腿，我最会劈腿了。我劈到最高境界是随便劈，说你要怎么劈就怎么，正劈、横劈、躺劈都可以。可以劈腿，边炒菜边劈腿，会拉一拉，边炒菜就边朝天等一下。哇，看到这个。那前面有 monitor 哎，小可，哎，小可真的是，哎呦，哎呦，哇，你真的很会，对啊，就平常在家里没事就劈腿啊，那嗜好好特别啊，真的，还有更强的嘛，对不对？更强的，接下来要介绍是我们曼玲要来表演，哎呦，让你们目瞪口呆呀，真的假的？真的，好，然后我们掌声来欢迎曼玲，要我们表演是什么？球跟彩带，球跟彩带，掌声鼓励鼓励，掌声鼓励鼓励。曼玲为我们带来球与彩带的表演。哇！哎呦！哇！哎呦！哎呦！大法师，大法师！哇！哇，那个球在他身上完全是行云流水的感觉，真的，好厉害哦！哎呦，哇，哇塞，哇呦，哇，怎么可以这么扔 Q？ 哇，哎呦，哇，好漂亮哦！花蝴蝶，是叫
人带合音。哎呀，哇！这边请，在这个律动里面，我们看出他的身体的柔软性跟协调性已经训练到非常的棒。而且重点是他那个球就跟他养的一样，叫他来就来，对，叫他走就走。真的是太棒了，好不好？我们来问一下他的教练是怎么样的方式才可以训练出来这样子的选手？对对对，他是每天4.5小时训练，然后他生日也要这样子吗？要，他生日当时儿童节呢？也要。过年呢？过年有休，但是还是要训练。啊，这么严格，那我要问曼宁一个问题：曼宁，老师会不会很凶？我会对你很凶？有时候会。那就是对你很凶了。对，老师再不好意思讲，可是师傅要严格才会教出好的样子，而且体操他很辛苦。你知道吗？很容易让人家放弃。如果教练不够严格的话，练不出好选手。你是出高徒啦。曼玲，你有想过要放弃吗？没有。老实讲，没有关系。你站过来，来，你有什么顾虑？站过来，站过来，站过来，站过来。我们这段讲出来。我们这段别怕，别怕，不会让大人知道。对，有些人要放弃。我刚看到你有一点点点头了，没有关系，要坚持自己的想法。有没有在？没有吗？棉被里面哭说没有老师，有没有哭过？没有。也没有哭过，也没有压腿的时候有哭，压腿的时候有哭过，很辛苦。老师是为了学生好，对啊，而且呢，不只是曼玲啊这么厉害，你知道像教练啊，你刚才说名师出高徒，对，名师也不是随便带老师的，老师，你擅长的项目是什么？我擅长的是环，擅长的是环。哦，老师今天有带来环的表演，对，好，那我们掌声欢迎我们老师带来环的表演。好美哦，完全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表演方式，很需要力道，对，需要力量，环不好控制，对，哇，哎呦，哇哇哇，穿过身体，我从来不知道呼啦圈可以这样玩呢，对，哇哦，好厉害，很漂亮，哇哇，使人还可以，太厉害了。真的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感觉。老师刚刚看到这个一点一滴的成果，慢慢的累积起来的，才能有今天这样子的成绩。当然了，真的，对不对？好，我们先请老师呢教大家一些简单的动作，让我们体验一下，好不好？简单的哦，球的动作，还球的动作。先请曼玲示范球。哎呦，刚阿房还在讲说这球不便宜。下来，不要小看他。哇塞！你再一次，再给你一次机会，好不好？班长，你要以静制动，好不好？还跟我好告，加油！下来，差一点点，而且你丢给我干嘛？跳了你。真的，我们下一个教我们一个简单一点的。刚才有看到那个彩带啦，感觉彩带很简单。彩带不错，彩带很多人喜欢。彩带来，哎呦，我们要打开一点。哎呦，手可以放彩带里再伸出来。这个有什么名字吗？螺旋，然后拉带，螺旋拉带，螺旋拉带，关节。哇，关节可以把它结合。不用太极拳，直接结合。可以吗？武术好不好？好，那我退后点，退后点，退后点。哇塞，可以哦。哇，好娘，好娘的武术啊！哎呦喂！哇塞，漂亮！哎呦，哎，竟然不会打结，好漂亮！哎呦。马上坐定了，马上盘腿坐定了，对不对？
问。来，教练，邵坤，那班杰怎么样？表现如何？很棒，很棒哦。对，台湾目前没有男生，但是可以组个团队。他结合了新的元素在里面。对啊，因为那个九阶鞭啊，所以我想说有一点像九阶鞭。你看你舞起来感觉还蛮有那种柔性美，而且其实男生舞这个不娘哎，还蛮好看的，真的哎。班杰表现真的很好看，掌声鼓励。对对，今天呢，我们大家几乎所有人都有带来表演了。接下来妈妈要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喂，那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曼琳呢，她有一组这个表演是拿到第一棒。对，刚刚那个奖状啊，拿到那个棒。棒，我们今天有这个荣幸可以看你这个棒拿到第一名的这个表演。哎呦。哇，耶，棒的表演。其实有点曼玲美的表演呢，第一名的表演，音乐好棒哦！哎，他是结合舞蹈的动作的，是的，而且你看他那个笑容，是融合在完全喜欢在那个笑容里面，哎呦，哇！他完全可以控制那个棒子，哎，哇塞！哦，哎呦，哎呦，怎么能接？你在这个练习的过程有没有受过伤，或是表演的时候？有，曾经受过伤。最严重的一次是怎么样子？拉筋的时候胯受伤。哎呦，筋受伤。旁边韧带筋受伤。筋受伤很要休息很久。受伤多久？老师有让你休息吗？休息多久？有。老师有，终于有让你休息。休息嘛，感觉他是故意把自己拉伤的。没有了，受伤就要休息了，对不对？休息了多久？我休息一个月，但是还是有去的。还是有去的，为什么？老师逼你去的，对不对？练手的动作，还是技呀，他还是很用功。问一下妈妈啦，妈妈，我去送那个他去练体操之后，你自己本身觉得他有没有什么改变？因为六年了嘛，对不对？比较孩子就比较独立呀，就是在，然后抗压性也比较好。当然独立啊，压腿那么痛，你也不来看。有没有什么期许要跟女儿讲？希望他继续加油啊！就是我就是支持他，他只要喜欢就一路就是继续支持，就一直支持他。哇，有没有什么要跟妈妈说的？嗯，谢谢妈妈你支持我。哎呦，有没有什么要跟教练讲？红桥妹妹究竟说了什么超爆笑感言，竟让教练哭笑不得？谢谢妈妈支持我。哎呦，有没有什么跟教练讲？谢谢老师把我压这么软。他一直说了压腿很痛很痛，对，看看他压腿有多痛。什么是压腿？真的来，好看一下，来看一下。我现在不懂什么叫压腿。对呀，就是两只腿要跨在椅子上，然后成倒 V 的形状。倒 V， 然后我会坐在他的身上。你要坐在他身上 ？V 字形，哈？坐在他身上干嘛？坐在上面，老师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真的快看不下了，下，老师你可以吗？老师，那你平常自己会压？可以啊，你试看。老师，那我坐你身上。好。不要了，不要了。哎呦，老师，哎呦。哦，来，今天老师平常都坐在你身上哈。今天阿芳哥哥在班队姐那边干，坐你这边。好，来，坐啊，来。痛，老师要说很痛。老师要哭了，老师。老师说句话吗？啊，胯宽裂掉，啊，我被尿滚吗？有，好了，老师，老师，小心啊！来，其实我要拉筋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很辛苦。哎，我以前有试过，我们小可也可以试一试。他有他的独门绝技，哎呦，好不好？来了来了，你有吗？我今天不太喜欢你，那我要怎么劈啊？小可也可以，后面小可可以，小可以，放在这边，对对，所以这样子 pose 是在拉后腿啊，这个是就是很痛吗？哎，会不会很痛？很痛吗？
而且会忍不住一直晃，因为整个放松会很痛，会很痛啦，痛是这里痛的人。你来嘛，你是加油，来，郭富城，这一次你怕了吗？你在干嘛？往下，在干嘛？小三子。前面观众朋友，你不相信对不对？你家找个阳台，差不多胸再低一点点的，早上你就把脚跨上去，然后开始压。你放一个小时，不要放下来哦。你明天如果能走路，有没有？但我的意思是说，你没有练过，有练过的一定是可以试。没有练过的，你试看看。如果你能够走路，你打给我，请你吃饭。他们非常的辛苦啊，对不对？今天我们这个进行曲呢，有一点小小的心意，心意是奖学金，对，奖励你，奖学金。奖励你学习的精神，对，好不好？我们马上来，好礼三选一，好礼三选一，好，马上有我们好礼加赞先生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嗨，大家好，现在分别桌上有放了三个大小的礼盒，里面分别有5000块以及1000块，但是5000块只有一个而已哦，所以就要看你们运力体操家庭好不好运嘞。Yes， 那我就请我们妈妈来选，还是？曼玲选，你喜欢大礼物还是小礼物？每个人都喜欢大礼物，那大礼物里面真的钱奖金会比较多吗？哦，那不一定哦。小礼物它很小，但是它里面的奖金会很少吗？哎，对，它可能会很少。喂，你觉得你要选哪一个？扰乱他好不好？三号，他真的有把你的话题进去，想要爱心的，选了一个这么小的，为什么选了一个这么小的呢？我喜欢爱心，喜欢爱心，喜欢爱心。老师，你有没有什么意见要给他的？一号，感动什么？老师，不需要这么，你刚刚是破音的，老师不需要这么感动，好不好？没关系的，对不对？老师选的是一号，对。好，妈妈选几号？妈妈选几号？曼玲，妈妈有没有想法？好，老师觉得一号，曼玲觉得是三号。反正这个你们已经觉得你们没有人也想要选二号，没有要选金元宝嘛，对不对？对，没有人要选金元宝，大家都不选他，我自己带回家。不用，不用。好，哦，减少一个喽，1000块我带走了，来帮我拿回家。好，还好嘞。二号没有了，曼玲，你刚才选的是三号，对不对？对，一个小小的爱心，里面或许大大的奖品。你干嘛？到底是5000块还是1000块呢？你是5000块还是1000块呢？换不换？不换。不换。你确定？你确定？确定。你不确？你确定？我打开喽。他很坚持，你这样不开很。他很坚持他对这个礼物很坚持哎。你自己开。拿出来给大家看。5000块。盒子也送给你，开心啊，对不对？5000块，谢谢大家，把奖牌给我们的曼玲，1、2、3、4、5，谢谢，也谢谢老师同学的曼玲，谢谢他们，记得周日晚上7点半。